你厝会好好休困，走出来要创啥？是啊啦，连爸拢去互杀出来啊！敢有伊认真才找到信太啊？伊要跟我大算账啊！外口敢还阁有网友等遐的人咧 stand by， 随时要甲汉良别个对峙。妈，你伫看外口，还阁是有人要来是毋？无啊。 爸，你着好好休养身体着好啊！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敢予伊琳麻烦你这个老大人出马？伊琳，你安尼着毋对啊！你哪会当予阿公遐尔操烦啊？你敢若真烦恼，阿公曾经出马问你即款代志哦。无啊！你放心啦。 今日毋是要处理你烦恼的代志，主要是丹东村主导的关公医生投资案，因为即马受到司法调查，所以关公医生专户暂时封锁起来。阿公早就想要停止投资光电，较要以后受到牵连啊。所以为即马开始，原本武山集团要提起做光电的200亿医生。 嘛，需要重新安排啊！叶医生，我着想讲无做光电啊，啊，暂时肯个无人使用，已经刷去买风力基金啊。啊，万一有一年，若爱我马上家己提出来，我是要去倒位设置？伊人啊，你讲遐签好合约的工程款，啊，先踏出去，安尼变哪会好啦？ 咱先踏工程款出去，啊，啥物时阵会当回收转来，阁无一定嘞。啊，阁再讲啦，你讲光电迄50亿哦，要作为台账，安尼咱公司今年年底财务报表会真歹看嘞。就是讲啊，咱武山集团去互陈东俊案件牵牵里面，已经有够歹看啊，迄估计也是一直啦。若是要公布即种消息， 那恁这估计绝对是一路拍咧石头啊！这两个大家新妇，平常时都袂合，即马煞徛伫共一边，哼，一定是钱，毋知互伊拢用去倒啊！真可恶嘞！若毋是还阁有伊人，我甲信泰一个倒，一个失踪，规个武山集团真正早就互即几个小摊的人，食到连骨头拢无看呀！阿公的意思是？ 今年因为创业投资计划，本来就了了之啊。无钱公司是稳赚袂了的，咱以后再搁拍拼，赚得来就好啊。好啦，我相信大家拢了解阿公的意思哦。所以为即马开始，就麻烦阿嬷，那个廖副总，摕公司的报表给我看，我来安排一个处理。股东那边，我安排管理高层开说明会。 我会做一届完整的解释。好啦，无问题啦。你先传啊，恁的工程好好用办。妈，你敢真正要把钱摕出来？你毋是摕去投资风力基金啊？你迄是百外亿呢？你用摕资？
安尼对方力真真会造成一不利的影响诶。本来大家拢要准备赚大钱啊，结果互你用一个破口，唔来毁掉阮外公的好意，安尼卖互阮爸伫阮外公的面头前拢无法度做人。你是把我当作虾米人？我哪有可能因为迄个吴依林凊彩讲几句话就甲资金赎回啊？放心啦，我无遐戆。不过阿妈，你若是无照吴依林讲的做，伊若是着急要看报表，咱是要怎样？会当先找一个会计做介绍啦。啊，万一吴依林若是叫咱提钱出来，咱就为其他的部门挖一挂出来好伊。为着放你资金哦，今年12%的利润，咱是袂用的放弃。阿公，拄只转来路的，你精神无啥好，应该是忝啊哦。我先送伊转去帮伊休困啦。阿公。我跟你同款，我嘛足想爸的，我陪你伫家。多谢拜公。今麦想起来，敢若真罕咧来爸的房间呢。头一次，我甲爸钓鱼啊，伊穿的衫，信太上爱钓鱼，我煞毋捌陪伊去钓过，我真正是一个真失败的爸爸。咱爸平安回来，咱祖孙啊会当做去钓鱼啊，已经无机会啊，心态无滴个啊。大爷，你们怎样激动啦？可恶，我差点啊就找到总经理，我相信啊，我一定一定就会当把总经理救倒转来。你敢找到信太啊？信太伫倒？阿公，昨我甲伯公滚装万新民一个白汉良，到一间私立诊所，发现爸互因关伫遐咧。哼，又搁是因啊！我当初真正是叫鬼牵去，才会答应甲万家这种妖魔鬼怪做亲家。可惜我到位时阵哦。爸个人带走啊！啊，不过今摆会当确定的是，爸平安搁活咧。信太，我宝贝后生，是的，你带着万新民这种恶车，拢是爸爸害的，爸爸对不起你。阿公，我给你保证。我一定会平安把爸带回来，等你身体好起来，咱能去钓鱼啊，去做真济代志。所以你一定要保重你家己身体，等爸平安倒回来，好不好？吴夫人你好，你伫电话内底讲，阮先生做个保险箱已经到期啊，是？诶，无唔对，所以我再请夫人过来一抓，办理这续住的手续。无问题啦，啊，不过我先确定讲保险箱内底物件还搁伫。
好啊，这边请。夫人，就是这个保险箱啦。啊，这要拍开这个电子的保险箱吼，爱扫描这个银行的专属条码。啊，请问夫人，今天刚有扎这个武当的手机下来？麻烦你扫描一下的。保险箱已开启。啊，这条码刚才在用一摆，什么当夫人决定续租吼，我就会启动新的保存程序。好，多谢你。你当先出去啊，我要先确定保险箱内底的物件。是，夫人你慢慢来。这么多新电脑控制的保险箱，一定是啊，飞鸿最近才准备的啦。是讲保险箱内底藏的，是不是飞鸿的股份，或者是另外珍贵的物件？现在拢都在我的手头啊。我武山集团总裁穆飞鸿，本以为家庭美满，客贤主厚，一直到如今才知影，身边的亲人每一个拢居心不良。我鼻痛低心多年，唔知还阁偌侪时间会用做主。一旦我若离开世间，除了一半的财产会依法分配予我的家后饭菜下以外，还阁有大量的基金、信托以及公司的职位，拢必须要另外做出完善的安排。为了避免崩彩霞成为武山集团势力上大的人了后，会有任何伤害武山集团利益的行为，在此委托环宇集团总裁江中林先生担任见证人。一旦发现崩彩霞有以下两种行为，即时离婚，并且解除一切公司的职务。两种无法度用阮的行为，其一，任何金额会挪用公款；其二，在外口私自成立公司，只要分拆下涉嫌其中任何一项，绝对袂用用阮的，即刻执行处行命令，不能用。一事三份，以胡不为红，江崇仁。见证律师事务所，够提一份文件。这间是新加坡上大间的律师事务所啦，所执行的见证，从来毋捌试过过。这环宇集团的江崇仁，是啥物时阵甲飞鸿熟识？哎呀，看到你做三十几年的阿婆啊，跟你共同打拼，叫武山集团今天的局面，想不到你煞处处封闭我，想要跟我离婚，想要害我一无所有，破死人的牵手。我只是为着利益而已，看来我只是你带来世界的工具。无妨，是你先对我无情，你就别怪我对你无情。这三十几年的阿婆情，到这为止。